大家好，这里是在福沃斯，我们去看一条龙。福沃斯的一条龙。这是他的 Patro， 这是福沃斯的一个墨，它是叫名字叫 LA Green Plaza 墨，既是一个 Plaza 也是一个墨。外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热，因为大太阳出来了，太阳挺大。鸟儿在飞啊，这个树里面还是有很多鸟的，鸟儿在飞翔。这收垃圾的在开一个小车在走，这是一个 building， 然后这个上面是 building， 这上面等于是有很多，这是个大的停车场，这边是有个大的停车场，这 building 还是比较高的，1、2、3、4、5、6、7，7层。费亚斯特，这上面有个大的停车场，然后大家围绕这个还有个巴士的站。出现，smile， 爱笑，爱笑容。现在我们建的群现在已经有三个人已经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会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三个人一步步会增加，就是一起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加到微信群里一起交流拍视频的一些心得，而且切磋一下技艺，怎么把视频能够拍得更美更好。这是报税的，报那个保险，星期一到星期五卖保险的。嗨，我平常就是穿这身衣服去。嗨，穿这什么衣服出去采访？这叫中国牛仔。这上面有牛，小牛在那个在这上面。这是小牛，我们去看看这个小牛。走这边，这是看牙的吧？是不是个牙科？这是邮局，这是联邦快递。我们绕一圈看一看。这是个垃圾站，美国的垃圾的中转站。
就是有个修理车可以上下去调那个灯啊，路灯啊，还是什么的。这个 Plaza 附近也是有个美国银行，方方面面还是比较。这种灯就是像那种欧式那种风格，西班牙呀。现在正好有一个教友在德国、瑞士、奥地利那边旅行，全家旅行，夫妇俩带两个儿子去做旅行。我们也是有环球的梦想啊，所以需要各方面去做准备，身体上要做准备，然后收入啊，各方面也要做好准备，然后也要做好计划，到时候能够拍更棒的画面。这是个牛，牛仔，这是打印的吧 ？Spirit。星期一到星期六10点到8点上班，平常的不上班了，星期天就不上班了。这是卖牛仔靴的，哦，好啦，明哥 ，Yeah， how much is this？ Good。$129 Yeah. Okay. Looks good, huh?牛仔靴，哦，这是个大的牛仔店，牛仔店，这个是个马吗？什么？像个马一样，这怎么像个马一样的？看，这什么？骑到什么？这是马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下马！这是牛仔的店 ，Wisdom Well comes Wisdom Well comes comes Wisdom Well。哦，原来它外面也有这种店，因为德州是美国西部牛仔的一个故乡啊。所以他这种牛仔店非常多。这是卖，这是什么菜 ？Open carry of handgun， 不让进，带枪不让进呢。带牛仔刀可以进啊。这是菜，冰啤酒，烧烤啊，这是 Open。让我们看看他这个说明是啥。带手枪不让进的 ，handguns。1980。害怕什么呢？牛仔这边有枪的比较多吧？不让进。这个比较意外，带小刀可进 ，cash， 这个也是，这个就是枪不让进，带枪不让进。不需要馈利就可以。9:48，我们看看这边。这边是个停车场，环绕这个 mall， 环绕这个 plaza 都是大的停车场。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在
这次到了 P 吗？哇哦 ，The Weekly， 哦哇，这个周怎么了？要特别的Dollar Tree， 这是Dollar Tree，Trailer of the Dollar Tree， 9点到8点，好，感谢收看我们的视频，下次节目再见，拜拜。